化呢？肯定愿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那就去简单化它好了，接受曾经的一切和我即将面对的一切，那个时候大概你会觉得幸福感会强一些。反正他就对我不好，那你就找一个对你好的咯，这不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吗？对吧？有对你好的吗？有过，我都知道有一个，我都知道，但是我相信他的为人，我从来不说这些话，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。你都不说啊？你是得有多么的爱他？你爱他吗？爱。所以相爱的人才会互相伤害，吵吵闹闹也一辈子。你们自己选吧，下面的时间属于你们。来，黄金60秒。老婆，我真的错了，以前我出轨的原因确实是我自己的想法，对我们这个家做出了很大的一个错误。我现在真的错了，我希望你能回来，我会改掉我的坏脾气的。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改，反正如果要说的话，我觉得我现在也做得还不错了，我也都原谅你以前那些事啊。但是你那个脾气如果能改的话，我还是会考虑的。我们一起努力吧，看你做的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两位交换箱子吧。请回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看看这对曾经夫妻自己的选择。5 4 3 2 1。5 4 3 2 1。请开门。来来来来来。这世界上面最口不对心的动物就是女人。听这段哈，当初咱俩离婚以后，我其实一直没有回老家，父母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在亲戚家住了一阵子，我心里一直很难受，舍不得吗？离不开吗？哎呦，看看男生，反正是女生吧，都会被这话打动啊。我真的很爱你，我以前只是不会表达，现在我会了。我真的真的很爱你，老婆。还有我爸爸妈妈真的在乎你，把你当成自家人对待，从来没把你看成外人来看。这个打动了你是吧？啊，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。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，来吧。开始。停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就这一个细节的举动，我们基本上面就可以知道了，这家谁做主？他不说，我不说了吗？哦，好吧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，选择幸福，选择亚塞赫莱盼盼，盼盼到家，安居乐业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这一对曾经的夫妻。如何演绎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？各位请见证。老婆，再一次嫁给我吧。你如果愿意改的话，再嫁给你一次吧。来，两位手牵手，找你们的幸福去吧。谢谢。人呢，有时候就是这样哈，自己认为很苦，别人看起来却很幸福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说。天天圈的网友叫简爱，有问题要问涂老师。他说，我和之前男友异地恋，他总害怕我有追求者会背叛他，所以他老是跟其他女性搞暧昧，甚至在一起。后来我们分手了。分手后他结过婚，现在离婚了，
事业也是低潮期，他想要稳定的情感来做他的坚强的后盾，想要和我重新在一起，希望我给他一次机会，好好对我，好好补偿我，我该相信吗？涂老师，他说他男朋友因为怕他跟别人搞暧昧，所以自己跟别人搞暧昧。对，这明显逻辑不通吗？这个男生本来就花心，根本不是因为怕他搞暧昧所以自己才搞暧昧。然后这会儿这男，他说这男生需要他到他身边是因为他需要感情的坚强后盾。你是抹布啊？要就可以要，不要就可以扔吗？所以说我觉得问题本身不是问题，他自己的脑子应该好好看。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，休闲旅游找途牛，下载途牛 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。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，谢谢大家。传递生活正能量，天津。